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特工学院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。感谢啊啊啊，累了吧？好家伙！啊，没累哈。你们还没走呢，真的。啊，第三场了。刚才是王善勇，还有那个高宇凯，两个人说了一段非常的精彩。嗯，你看我们俩累了。啊，那今天挺有意思的啊。嗯、我们俩人出门之前，我们俩就说这个大褂还是那个大褂。就这一个黑呀、啊、我们俩就没分清楚哪个是哪个，所以今天就是穿的不一样的黑，渐变黑。这么个渐变。嗯，而俩人下去休息休息啊。是，今天这个是孟鹤堂、周九良相声专场的最后一个节目。嗯，最后一个节目呢，哟，我们演一宿啊，这么咱换个场吧，这个场啊10:30必须结束。嗯，加钱也不行了，因为人家剧场10:30拉闸，你说咱出不去就没招了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嗯啊，你一提到愿望我想起个事儿来。嗯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愿望。哦，愿望是什么呢？是人呢他不同时间的欲望想象。对，人在欲望不同时间的有不同的欲望。嗯，通过欲望有了幻想，然后想达到自己的目标，有了梦想。嗯，那我小的时候梦想什么？梦想不，那会儿不一样。小的时候梦想，我的梦想就是上天，航天事业。对，上天。哦，所以说我那会儿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当一个窜天猴。稀奇不稀奇？你现在实现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成不了窜天猴。哦，周老师跟我不一样。周老师那会儿喜欢玩那个警察抓小偷。对，警察抓小偷。他那会儿他最希望的是什么？最希望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抓到小偷。没错，所以说他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当一只警犬。哎，我咬死你。我咬我干什么？废话，我的梦想是当狗啊。你梦想是什么？说。不是，就是抓坏人。那个抓坏人，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？特工。哟，好的，您听啊，这人多稀奇啊。对，这人他居然想当座钟。这人的梦想啊，就是打小想嘴里放一只鸟，知道吗？然后一到点了，鸟出来，咕咕，3点了。我建议您呢，就是你腰间挂一个大秤砣，你这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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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当座钟？我练什么绝活呢？在那儿，不，你不想当座钟吗？我是当座钟。什么？当特工？哦，哎，听岔了。哎，他想当迎客松，啊，这玩意儿你得这，行行，可以，还迎客松？行，欢迎光临。行，可以，迎客松啊？还迎客松干嘛呀？迎客松吗？行了，歇会儿吧，行不行？行了，行了，你冲这，不是，哎。不是迎客松，不是还迎客松，我还朱贺松呢，我。那你是想跟靖克兰搭档啊？这是。我疯了，我是一个捧哏，我的梦想是当另外一个捧哏。不是，那你梦想？我有点追求没？你梦想是什么？您这吧，您听清楚啊！您梦想是什么？我听着呢，我啊，我听着呢，我们听。特工。哦，做东。特工过风。特工乐龙。我这梦想实现不了了。怎么了？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乐龙。没听清。这是干什么的？不是，你现在梦想是什么？我想给您买个助听器。买助听器，我耳朵好使。好使干嘛呢？那干嘛呢？你这是？我知开心吗？这不是开玩笑呢。你生气了？生气？开玩笑？不是生气。听清楚了，听清楚了啊！他的梦想是想当一个破灯。对，这个破灯啊，他不好当，你知道吗？他得那个先往那个丝儿啊，他得先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
又不说话，你说话呀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我不能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破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有劲没劲呢？啊，有意思吗？不是，我听清楚了，跟您开玩笑啊。你不就是想当那个特工吗？特工，哎呦，我好感动啊！你说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想当特工？特工啊！为什么装听不见？为什么呀？不现实。不对不对？人有梦想，你要当警察、当医生、当老师，他当特工，这不现实。生活当中没有特工啊。特工这怎么不现实？你不现实，你这个梦实现不了。其实也好实现。怎么实现？咱是干什么的呀？咱是卖艺的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演员嘛，哦，咱是演员呐。对啊，卖艺的演员嘛、哦，演员啊，咱可以演一回呀、啊，跟这儿演回特工，可以呀、啊。这是聊梦想呢，你跟说跟观众说，我们演一回特工，人不爱看这个，你爱看吗？哎，跟这演回特工，我演一回特工啊。你劲儿吧，你这没劲了，演特工，你不是你突然。突然提起来了，我想起这事了。行，这么着，实现你的梦想。哎，演一回特工，我演特工啊、哦，好，演特工，那行，行吧，咱实现观众的梦想吧，好吧、啊，陪你演一回特工。好，演什么呀？怎么演呀？演什么呀？咱你演什么呀？我演特工啊。你演特工，那不咱俩特工，行？哪你看你哪有俩特工啊？我演特工啊。哪你演什么特工啊？我为什么不？我是特工。一般都是一个人出去，那我是什么呀？你才汉奸呢你！那汉奸这话吧，说，好家伙，我浓眉大眼的，啊，我演汉奸，没想到孟鹤堂浓眉大眼，他也叛变了啊！我这你这样，我演什么呀？你这样啊？啊，你演这个助手。谁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！我演你的助手，特工的助手吗？就小崔班，就您跟前小跟班啊？对，小跟班。对，我跟您后头。对对，当地的语言，这广东的语言叫马仔。马仔。马仔嘞？那意您就是主角了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行，这我明白什么意思，您是主角，我就给您当配角，我说您马仔。不是你先别美，特工都得有一个代号，啊，特工都得有代号。代号我周九良啊，周九良，周九良不行，你周九良，咱特工一出去，孟鹤堂周九良你不好听，你说什么喊什么呢都，橘猫，也行，橘猫，哎，通过我的研究，我代号，那你就叫猫砂盆儿。好不好？我在你脑袋上尿尿。我这不是马仔呀、啊，马仔哪有干这个的呀、啊？哦，那怎么着啊？我不是我是马仔。嗯，我不是起居。哦，你不是马桶是吧？对，我不马仔。哦，咱说这个特工都得有一个代号，我研究这特工的代号都以这个颜色开头，橘色吗？行，别闹，我都想好了，我想好了。嗯，我就，你像颜色开头，比如说你像黑寡妇，哎呦，对，是不是？黑寡妇啊、嗯，白玫瑰，哦，啊、嗯，嗯，绯红女巫，哦，都有哦，这颜色，是不是颜色啊？那、咱也得按这规律起头，我来什么颜色？我叫白茉莉，怎么样？什么您呢？白牡丹，白玫瑰，白葡萄。您行了啊，还白茉莉、白玫瑰，还白牡丹，还听着跟老娘们似的。行，无所谓，就是你的名字无所谓。那我叫什么呀？绿帽子，挺好，颜色开头嘛，对吧？啊，孟老师，这个白茉莉过于女性化了，不太适合您，咱换一个。绿帽子适合你呀、啊。嗯。主要是我这个绿帽子不太适合。咱正经八百起一个啊，您、嗯、起一个，嗯，你就起那个黑白双煞当中的那个煞字，怎么样？听着就狠，狠不狠？狠。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吧？
赭石。哦，那你就叫赭石煞。啊，赭石煞特工，我叫赭石煞。逮紧，行吧，真逮紧，真逮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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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啥？好，不错，嗯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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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呢？我就取那个，咱不特工嘛，我取那个《碟中谍》的当中一个“碟”字。哦，碟，喜欢什么颜色呢？青色。哦，所以你是青碟。啊，这是啥？轻敌，这是啥？轻敌，这是啥？我跑这认亲来了，这行名字行吗？这名字不重要，名字不是那咱俩是取名字，这是啥？轻敌，嗯，那咱们俩人咱得干嘛去啊？咱得有执行任务啊，特工执行任务，执行什么任务？我们是设计一个剧情啊，比方说有那么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，十恶不赦，这个罪犯他的名字叫黑骷髅。好，真恐怖啊！哎，黑骷髅，咱们两个人呢，潜入他的城堡，将他绳之以法，把他击毙。这就是咱们的任务。哦，就演这个过程呗。啊，对呀。啊，行行行，哎，那开始吧。咱开始，什么叫开始？就击毙黑骷髅吗？对呀，咱们要去那个黑骷髅城堡。啊，开始。哎，那咱们布置一下现场啊。嗯。哪没有东西、啊？黑骷髅没有黑骷髅啊，没有黑骷髅的城堡啊，你得布置那黑骷髅。那咱这没有这条件，咱就直接演不就完了？你这能没这条件？你演你不就演真了吗？对不对？要没法演呢，演不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布置一下，没有道具，咱没有这个剧场以前是演那个话剧的，后台什么道具都有，我刚才看着了。啊、有吗？咱找几个人上来布置一下呗吧。啊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后台有没有闲着哥几个上来给布置一下那个黑骷髅的那个城堡？好，收来收来，你看。哎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嘿，哥，你这你瞧见没有？我们德云社办事效率高不高啊？就哎，说拿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，说拿什么就是。布置完了，怎么样？你没发现变化吗？发现了，原本的道具都没了。你给一话筒干嘛呀？这还富裕一个话筒，这没人用呢，这还送的，这什么呀？这都是啊。行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这不招了一帮贼吗？这不是？咱们这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黑骷髅的城堡，咱也能演。是不是？这怎么演？这还咱造型弄特殊点啊！啊，你特工出去执行任务，你最起码得有个黑墨镜吧？你来后台找俩黑墨镜，有吗？戴上就像。啊！那个，瞎摸什么你？这黑不拉几的，没法不瞎摸呀、啊！这玩意儿，怎么这特工你得适应这个？哦，但这特工不能穿大褂，穿大褂这样像算卦的这。哦，那不穿大褂呢？咱把大褂，你别脱了，脱了不行，这脱了不合规矩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把这个裤子挽一挽，这大褂。哦，挽一挽，就把它挽一挽，叠起来，这就黑骷髅了是吧？哦，黑骷髅城堡这块这。好，来特工。你没把枪是吧？咱这比划行吗？这就比划一下，行吗？啊，行行行行，咱这么着，行，咱亮个相啊，好不好？咱让音响老师配合一下，给个音乐，咱俩亮个。还有音乐呢，你试试不就完了吗？这黑光电咱都得有，利用上了。封箱了，这不封箱吗？这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没别的音乐，音响老师？
你换一个那个，不是这音乐吗？你换一换一个，咱们换一个那个特工的音乐，来特工的音乐、啊。我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我俩摆好造型，等会儿啊。走。哎，回来！你怎么你偷地雷去了？你这是？特工执行任务吗？这满地出溜什么呢？你这是啊？不演特工吗？不得这样吗？谁家演特工这样啊？你这不是还是汉奸吗？这不是？啊？有点累这玩意儿。那这你我干嘛？报告啊，给我打报告。我哦，我是特工啊，你不是助手吗？爸，咱跟个人似的行不行？啊，不是，我没演过特工，特工应该什么样？不是，你挺拔点。哎，就报告。好，哎，报告。那我牵出一猴来是。咱报告什么？报告到哪儿了？哦啊，报告到哪儿了？中山纪念堂。中山，咱这还是演出啊？那咱到哪儿了？黑骷髅的城堡。哦，这就到了啊。报告，咱们到哪儿了？黑骷髅的城堡。哼，这可恶的黑骷髅啊！我今天一定要把他抓住，绳之以法。咱们进去吧。好，嗯，等会儿，嗯，这是啥特工？怎么了，轻敌？我还乐意叫他这玩意儿。咱这就进去送死了吗？什么叫送死了？经过情报啊，我这有耳机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好。经过情报，嗯，黑骷髅给咱们总部发了一条视频。什么？给咱们总部发视频？对。视频什么内容？等会儿我掏出来给你看看。我看看，这是那个平板电脑。哦，好。点击播放。哦。这是啥？就凭你也想抓住我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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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不起，视频有点卡，我给你缓存。缓存好了，您再点一下。这是啥？就凭你也想抓住我？啊？哼，做梦去吧！哈哈哈！播放完了。那个，这是啥？黑骷髅怎么说？太猖狂了啊！说咱抓不住他。那咱们现在应该，咱们赶紧进去了。好。嗯，等一下。你干嘛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啥，特工？嗯，总部的领导想跟您视频通话。领导找我啊？接通，接通了。这个黑骷髅实在是太猖狂了。哦，领导，啊，已经打到咱们总部了。啊，是。我命令你们两个人不惜一切的代价，一定将他绳之以法。是，领导。祝你们成功。是，请领导放心。领导怎么说？让咱们一定抓住黑骷髅。好嘞，那咱们现在进去吧。好。你怎么了？您的爱人想跟您视频。这倒霉娘们，我这执行任务了，这会儿打什么电话呀？他来，接通。哦，亲爱的，你不要对付黑骷髅，黑骷髅实在太危险了。
不，我一定要去，要不然会有更多的人陷入危险。那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嗯，安全的回来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亲亲。My darling， 爱你哦，么么哒。嫂子怎么说？嫂子说亲亲。哎，让咱们一定抓住黑骷髅。是，嗯，那咱们现在进去。好，嗯，又谁呀？那个大哥，我是菜鸟驿站的，你有个快递放门口行不行啊？我执行任务，执行任务，回去拿，回去拿啊！赶紧给我把卡给我拔了。这是沙特工，咱们可以直接关机，好不好？关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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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机了哈。好，关机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嗯，等一下，这是啥？我关机了。是，还谁找我？作为您的助手，嗯，我必须得提醒您一下。提醒我什么？咱们如果贸然从黑骷髅的城堡正门进去的话，嗯，会不会打草惊蛇？哦，咱们要不要绕到黑骷髅城堡的背面再进去？好主意，好吧，咱们潜行过去。好的，好。回来，回来。怎么了？你这趴窝呢是吗？要下蛋呀、啊！咱不潜行过去吗？你潜行哪儿去？你要咱不绕到黑骷髅城堡后边？你是绕到剧场后边去了？这是？那咱怎么表演？咱就转一圈就转一圈，作品成样就行啊。那咱们绕到后边去啊？对对，好，潜行过去。这是沙特工。嗯，到了吗？到了。到哪儿了？城堡的正面。正。嗯，我刚才忘了告诉你，刚刚咱们就在城堡的背面。回去。到了，行了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咱用飞抓爬上去。好，哼，拿来我的飞抓。报告，什么事？没带，没。什么？没带没特工没带飞抓，人没给这道具啊，人家是没有道具，咱无实物表演，你无懂吗？无实物表演，无实物表演，你怎么表演？哎、对，我这是无。人以为你套麻的汉子呢，你不会口技吗？你给我配音不就完了吗？哦，我给你配音。对呀、啊。那，嗖！啊，对，来啊，把我。飞抓拿过来，哦，无实物表演啊！对，你得拿过来去啊！你这是偷谁家房梁了？这是有那么大吗？飞抓，它得飞上去。哦，这飞抓还没我好飞呢，小点，小点，小点。我想问问你，你平时出来这个执行任务也带牙签吗？怎么了？那么小啊，作品上那么大点儿，多大？真的那么大点儿啊，一尺多长。好，看我飞抓。好。我直升机呀、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扔啊你！废话，你光扔啊！你不扔我怎么搜啊？你不搜我怎么扔啊？你这点默契都没有吗？你这么我看着你，我看着你，啊，搜啊啊，搜搜搜搜来，哎，看我飞抓！怎么了？揉起来了吗？我甩起来了吗？啊，还甩起来？你上来就我扔出去了。我看着你看你看着哪儿？来，看着我的动作啊！看着，哎，看我飞抓，咻咻咻，中间。
我这扔的飞抓不是窜天猴，多高啊，这城堡得多高啊，你告诉我，快没完了，快点，好，矮点儿，是，哎呀，去，来来，看我飞抓，咻咻咻，噔儿，真是给我气乐了，怎么了？黑骷髅住平房啊？这距离太短了，我都怕弹回来扎着我。多高？三四楼那么高。三四楼那么好。去，您手里再来一回，看我飞抓，咻咻咻，走你。二楼，三楼，三楼半，好。我说你是电梯员是怎么着？你不说三四楼那么高吗？你不用说，不用报数了就啊，不，不用报数，三楼半。行，您先上，您先上。行，接着，我上去了啊。哎，那个，我怎么，我这一使劲把你屎打出来了，这怎么着？你蹲地上干嘛呀？我配合您表演嘛，你往上走，我这，好像你往上上，无事故表演。哎，你这个创意好啊！你说，那你赶紧上来，赶紧上来。我也上来。对，你也上来。我怕这边观众看不着我这样。啊，行行。嗯，那我也得有个飞抓吧？啊，对呀，上来，噔儿，我上来了。累死我！这总部怎么给你配了一个电动的呀？你那个也能那么用？我知道。我是老牌特工。哎呀，报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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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这儿到了啊，我们已经到了黑骷髅这个城堡的塔顶。这不废话吗？这不是啊，行，进了这道门呢，咱们进去啊。进了这道门之后呢，咱们我们要向下闯关八层，八关之后，嗯，黑骷髅呢就在一层等着我们。黑骷髅好聪明啊，他一定是料到我以后一定会先上来的。下去吧，是，下去吧。我都说你那带电动的，我是老牌特工。好好好，我是老牌特工。好好好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楼，是一楼哈，一楼。这个门，这道门的后面就是黑骷髅的藏身之处，一定要抓住他。你猜，黑骷髅在不在这道门的里面？在不在这里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集分解。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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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。什么呀？太累了，演这玩意儿太累了。什么叫这玩意儿还分上下集啊？我有个预感。什么呀？没有人演黑骷髅了。我觉得可能这就不演了，这就不演了。不是，不演。我这任务还没执行完呢。不是，我这任务还没执行完呢。咱跟黑骷髅还没见着面呢。咱下一个我得击毙他呀。咱下一个专场再演击毙黑骷髅好不好？等不了，等不了，等不了。台上就俩人，你怎么演？没人同意啊。没人没法演。这样。你演黑骷髅，我预料到了。你演黑骷髅，我一猜就是我演黑骷髅。哎，对了。
我演汉奸是吧？哎，对，你演黑骷髅啊？不是，我不像，我演不好黑骷髅。我怎么像黑骷髅？我不像黑骷髅。你甭管了，你就演黑骷髅。我演黑骷髅。主要看我，主要看我这金牌特工，老牌特工。不是，主要是您的轻碟，你怎么办？去，他不重要，就让他站这儿就行，啊，就站这儿就行，站这儿就行，站这儿就可以啊。他只是起到一个烘托气氛的作用。啊、好好好，刚才我演半天就烘托气氛了。哎，对了，那我现在就是黑骷髅了。现在是黑骷髅。哦，黑骷髅了。我是这是煞啊，你这是煞。对，咱们中间隔了一道门，一会儿我破门而入。好，破门而入，咱就开始枪战了。好，枪战就击毙我了、啊、是吧？对。哎呀。我不能死那么快吧？最精彩的时刻了。哦，好好，我破门而入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在里头等着我啊。哈他，辛苦，哎，辛苦。辛苦，演的不错，刚才。我怎么着？我这到相声后台了是怎么着？辛苦吗？见面道辛苦，必定是江湖。谁跟你江湖啊？黑骷髅，黑骷髅，干嘛呀？干嘛对峙？干嘛对峙？你哪有道辛苦的呀？你早说对峙不就完了吗？对峙啊！我哪知道你干嘛呀？你告你得告诉我剧情。你说对峙，我就知道了。来，阿、啊、达，哎、啊，哼，这是啥？黑骷髅。我这里有一颗痣，你拿哪一颗痣对我这个痣？对峙，快对峙！我谁跟你对？我跑这点痦子来了，我。你不要对峙吗？我对哪个痣啊？你不对，那对哪个痣？说话。啊，说话说话的那个对峙，就敌人和那个好人的两个人，对呀、啊，知道，来，谁跟你对那个峙啊？您是受累，再破回门来来。哎呀，累死了。啊啦，啊，哼，天王盖地虎，怎么？宝塔镇河妖，摩哈摩哈，正晌午时说话，谁也没有家，脸怎么红了？精神焕发。怎么又黄了？房冷坐山雕是怎么着？怎么说你是许旅长？哪有许旅长啊？对是吧？黑骷髅，你是黑骷髅，不是坐山雕。我是黑骷髅。我怎么改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黑骷髅的城堡。我看人电影里边就这么对峙，就这词儿吗？是，那是威虎山，咱是黑骷髅的城堡。那咱什么词儿啊？咱们。黑骷髅城堡，好人跟坏人对峙，现在是什么情景？说现在这种情景的话，明白吗？糊涂了。好，即兴表演。啊，对，走了。来吧，老弟，即兴表演吗？不就是？累死我了，你。嘿，啊啦，啊，嘿啊，黑骷髅，嘿，这是啥？没想到你找到这儿还带着助手，哼，正是我。折石煞的情敌，今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啊！就凭你们两个人，哼！凭我们俩怎么了？啊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去！不了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自己演上了？即兴表演嘛！我看那个你们俩演挺好的，情敌没什么事干，太干得很。他死去！我就有点可怜这个角色。好，是反派先跟男二的不对上话了是吗？那我跟你对，跟我咱俩对话呀。情爹太惨了吧？不是，跟他没关系，跟他没关系、跟他没啊。咱俩 啊，咱俩对话。他这没词儿，知道吗？啊，他没词儿，他那没词儿 啊。好，咱俩对话啊。啊，你跟我说啊。啊，啊啦，啊，哼，没想到你还带着助手来的。他死了。提一下都不行吗？半天不说话，他憋死了已经。啊，这是啥？黑骷髅。没想到你真的找到这儿来了。哼，啊，黑骷髅，怎么了？你无处遁形了，受死吧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哼，我知道，凭你的能力一定能打死我。哼，
知道就好。我很欣赏你这样的人。嗯，你这样的能力在特工学院屈才了。嗯，你要跟着黑骷髅肯定让你荣华富贵。呸，啊，死了这份心吧，我是正义之士，绝不跟你这种小人同流合污。你说什么？绝不跟你这种小人同流合污。你看我是谁？哎，恭喜你啊，这是啥特工？嗯，领导。你通过了我们特工学院的终极考核呀。嗯，这个黑骷髅的城堡就是我们特工学院的终极考核，恭喜你，我现在宣布你就是特工学院的金牌特工。在哪儿呢？这儿呢。啊，这儿啊。哦，谢谢领导夸奖，谢谢。要是领导的夸奖就好了。黑骷髅，看枪。老公等一下，是我呀，你的宝宝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，整个这个局都是我给你布的。我就想让你看一看黑骷髅的恐怖，你不要再对付黑骷髅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你要去的话，我今天就死给你看。别，不是你，咱你答应我，有你要不答应我就开枪了。行，我跟你回家，你太容易被诱惑了吧？啊，你真让领导失望啊你！这点考验你都经不起吗？领导，这也是总部对我的考验吗？这是黑骷髅对你的考验。我看你还能相信谁？我谁也不信了，我回家。咱俩，你要回家？我回家。那回家，大哥把那快递取一下子呗。感谢大伙儿啊，一个新编的节目啊，一个新的形式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啊，对，前段时间每天说到家里排练，就是其实就排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来说呢，跳出了我们的认知。以前没有演过这类的节目啊，这比较确实比较新颖的一个，对于我们俩来说比较新颖的一个节目。啊，挺开心的，大家能这么认可啊，还觉得还挺多包袱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主要是体现了周九良的一个塑造人物的一个能力。今天呢，就完全他是主角，对吧？他一个塑造人物能力，然后他在舞台上闪闪发光，观众看，哎呀，周老师演得真好啊，多好！啊，这个剧场呢，10:30叫拉闸，但是现在10:40了，没拉闸，那就是人家演出商付款了。那咱们就多说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多演一段，多聊一会儿。没想到，因为什么呢？平时在2019年的时候演出比较频繁，那会儿的演出呢，我的时长都其实也跟现在差不多，比较长。你看第一个节目我演了50多分钟，下去一问我都忘了，哇，我演50多分钟，是吧？是50多分钟吗？40多分钟啊，好办啊。完了，还不太满意，以后得问准了，要不上台让人笑话，说咱吹牛呢，跟这儿啊，40多分钟，嗯，大概齐吧。其实这俩节目演的都比较大啊，所以说超时了，超时没有关系，咱们随便聊啊。人演出商，唱一个这个嗓音条件，唱一个，现在演到这儿了，让我唱一个，你们这不是害我吗？这不是。唱一什么来？今儿就今儿了啊，唱一起哈。心在一起，走下去，幸福的时间短暂冲破时间，爱你拥抱着瞬间，回去考验变成依恋，坚定着重现永远。心在一起走下去，自由。
唱两句得了啊。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今天尽量满足大家好不好？九良唱一个就结束了。九良唱一个评戏吧好不好？好，来评戏唱一个什么呢？什么想听什么？牙痕迹哈，还是老段子啊，牙痕迹。老段子，牙痕迹啊。王公子，您这是，胭脂粉好比那迷人的药，蜜糖嘴好比两把杀人的刀，芙蓉面就是这个狗死的鬼儿啊，小金莲好比这个恶毒枭，杨柳腰如同是绊马的锁，风流眼逼我走上独木桥。烟花月好比这个森罗殿，红菱杯就是这个御监牢，一双玉腕千人枕本殿，朱唇万颗娇惯的张王和李昭，鸳鸯枕上欢娇娇，悔不听家宴的苦熏娇，任意儿胡为我乱赌飘之，说你花容月貌人俊俏，却原来貌美心毒虚情假意内藏刀。差一点儿，我跟你说，就在那后边甩枪那就差一点儿啊，就没上去。来，再唱个高的来。什么？叫小帆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叫小帆，我先唱一智取威虎山，亮亮嗓子。穿林海，阔雪远，气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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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花气冲霄汉，主要是听霄汉这俩字，看能不能唱出来，能唱出来那就是成功的演员。哎，震发玉龙啊，震耳欲聋啊，真是我听不见啥。气冲霄汉，霄汉，霄汉，嚯，叫小帆啊，嗯，嗓子开开了，叫小帆，我就开开了，开开了，啊，好，叫小帆表演完了，完了，大哥，你这他的嗓子刚开开，你这好一下，他就把门踹进去了又，叫小帆啊，来吧，我要实在不行我就下来啊，要不行你就上。你要上我就起高点儿，我怕你上不去。萧汉咱唱的也不错。叫小帆啊，哎，叫小帆头一句怎么唱的？他没告诉我。我给你发微信了，你看见没？那个，还真我真忘了。一见公子啊。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满，不错，我用你捧我啊，你翻上去，你好啊，你翻上去，太好听了，你得翻上去，到我了是吧？到你了，那你再来一遍吧。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满，叫小帆。起得太低了，真是有点难受。哎，杀人诛心呢，这是。杀人诛心，有点太难受。
我们前两天昨天刚来的时候，昨天刚来在酒店，嗯，太逗了，酒店大堂吃饭，嗯，不是大堂，那叫什么，就酒店那个饭店那个这餐厅餐厅吃饭，嗯，吃饭，然后我们几个都在那玩手机，嗯，人没人点菜，人过来那服务员问我，先生咱吃点什么，吃什么，我是没吃呢就饱了是吗，他要吃羊肉串啊，哦，你先生咱吃点什么，我又不爱出主意，我说周九良定，他不会点菜，啊，人家挨个问，嗯，那个先生您吃什么，他们也说周九良定，啊，哦，先生您吃什么，周九良定，知道我会点菜啊，服务员走他走到周老师跟前，嗯，周老师您洗洗屁股，他要吃你定去你啊，刚才那个刚唱完了，刚才那叫一分钟的小幽默，啊，小幽默啊，嗯，本来想再多翻一点，然后人家说这个时间到了，确实是已经超出了不少了啊，对，人家得交点罚款了，可能今天那个，嗯，咱们一会儿一块唱一个吧，也一块唱一个吧，今天一块来了不少演员，好吧，放音乐，咱们都请上来，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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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那个咱们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啊，这边啊，跟我同科一块进德云社的啊，这师兄弟张鹤帆，于谦于老师的徒弟啊，李思明啊，我师弟张鹤文啊，这位是我师叔，不是你是师师，我以为你失踪了呢。师半天啊，这是师叔了啊，报名字了，你叫我怎么可能忘了人，我们俩一块参加的那个相声有新人，我们那会儿关系还特别的好，叫王善勇，嗯，人也特别的好，艺术也特别的好啊，这都是师叔类的啊，师叔是今天这一半瓶是师叔那瓶，哎，客气客气客气，高玉凯咱单立，嗯，这位老师啊德高望重哈，张金山张先生，这位老师周九良，嗯，谢谢大家，学生孟鹤堂，谢谢，刚才呢也没唱够啊，把一首那个三打白骨精吧，九良我们俩一块儿合作一个三打白骨精献给大家，好吧，哎哎哎 OK 老师，三打白骨精 OK， 哎，别放错音乐啊，要来把闪光灯都打开，来，要要，哎，人品要我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板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，哎哎，唐僧到西天要去取经， AKA 金蝉子说唱听音，身骑着白龙马特别的帅气，他要带三个徒弟一起去往外地，吸那白骨精，他是一个奇葩，喜欢吃唐僧肉，孤独的美食家，于是他卡斯布雷角色不停变换，孙悟空把他打倒三次不会厌倦，可惜唐僧的中计把悟空误会了，师徒之间不信任怎么共同富贵呢，孙悟空不计前嫌去把师父营救，师徒四人一起去往西天功成名，救人听要我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，哎哎，九九八十一难啊，沙僧猪八戒的期盼，还有师徒间的羁绊，根本不留遗憾，准备背水一战，耶，yeah ！
你也不看看这里是谁，这是齐天大圣，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邪不压正，实在的强有着石头的娘，但这城中的强大闹天宫的狂，哎冰冰棒棒妖怪你往哪里走，叮叮当当没猴王没有敌手，妖最厉害的还是定海神针，他不是孙猴你才是猴孙，夜夜再次能够让你飞了，说唱 remix 乖般的配合，击溃他们那些相声界的 fake MI 兔子 HAHAT， 人民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，人凭妖魔多变幻，火眼金睛看得清，铁棒在手要无尽，扫尽天下白骨精。本场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请您有序离场。